我是刚刚列车长的，不，一四年七月三十，31号，花莲站，花莲站，20:12出发，就是3000行哦。那个皮蛋豆腐好，3000行，12两边组，用3001在花莲站，动过死敌了，超感动啊！哦，好想在月台，啊，拜拜，为了我要搭你，我一定要搭乘你。虽然太单调，但是真的看起来还不错。再见。我下面跟妈专门都要对我们道具广片，两个字再见。啊，超感动啊！20:13，就这样。我下面跟妈专门都要对我们道具广片，那拜拜。